哦，当然这是我们开玩笑来讲啊。今天球季呢，这是李正昌的第28场出赛。哎呀，滑球当中有一分的自责分出现。两好两坏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代打的机会。哦呦，去年季中刚回来的时候，其实就展现了这种高好球率的情形啊。不过这一球高起来，但是苏志杰并没有掌握好，又是打在了布阵里头啊。苏志杰其实攻击的状况其实维持还不错。三支安打跟一次的保送，外角球直接了，这个内角的变化球引诱到了打者，他可以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，比赛结束。在九局的上半，中信兄弟的守护神李正昌让对手打者三上三下，也使得比赛呢最后是由中信兄弟以4-0获胜了，拿下了双方3连战第一回合胜利。